我们在客厅里面有放我们以前的照片，然后两个人就聊说，哎，已经六年了。他说没有，七年了。我说国小生都已经毕业，现在念国一了耶。没错。然后感觉特别深刻啦。那在这里面，我们两个还是一样，就是亦敌亦友，是吧？对，可是我觉得身体跟心灵好像有更深入的接触。对对，终极宿舍两位女性身体跟心灵会有特别的接触就对了。对 OK， 那我们一定会非常的期待。那里面呢，诗安你是第一次演出之前。